你回来了，你看，实在是太阳，哎呦，这太阳一晒，我的困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钟慧啊，在公司里的表现，让我看到了奇迹。她替上都国际设计的那个项目，得到了高度的赞誉。真的？真的。哎呀，太好了。这才是我们的女儿呢。现在我有理由相信，她以后啊，公司到她手里一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我现在随时可以退休，在家里陪陪你，一起晒太阳。不，我就想听你说这句话。赶紧退下来，退下来。等你退下来啊，我想让你陪我出去好好转转。你知道我想去哪儿吗？不知道。我想让你陪我重返咱们当年插队的那个北大荒。太好了。也不知道那个老陈。 在不在了？那个老陈，就是那个矮个子、戴眼镜的。对对，外号叫陈大嘴。<笑>还记得刚到那会儿，有天晚上，我和李明啊，一块上他们菜地里边偷萝卜，偷人参，结果还被人家给抓起来了。没错，关在隔壁的那个大队部的办公室，幸亏你救了我们。我不去救你，我们能认识吗？是啊。 幸亏你救了我，咱们才有了今天。没想到，我们在一起生活30年了，在这个院子里一起住了30年。妈，爸爸，花儿啊，来来来，什么事儿啊？过来坐下，坐下呀。好事儿，当然是好事儿了，花儿啊。 我和你妈今天让你来呀，是要向你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大好事儿！你妈从现在起正式退休了。啊？退休？那公司怎么办？退了？董事长这个位子就交给你了。什么？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我不。 我刚结婚没多久，我还没玩够呢。花儿，你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得有点正形了啊，干点正事儿。郑慧啊，从上海的投标设计到上都国际的设计项目，你让我们在你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我和你爸爸完全有理由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 我到公司才多久啊？我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我跟你打下手还差不多，肯定不行。你长大了，你早晚要成为我们公司的主角，懂吗？激将法，啊，嘿，激将法，嗯，我不上你的当，我不去。这让我接公司啊？当然是真的了。 你别怕，你可以边干边学嘛。行，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那我有个小建议。什么建议？你说。让田成功我一起管理公司好不好？可以呀，让他辅佐你。这怎么可能呢？他的工作能力，他的资质，想进我们公司差得太远。 他的能力绝对是在我之上的，他的才华我早就赏识过了，贴贴小广告，做点违法乱纪的事情，你妈的脸面在城管早就被他丢尽了。妈，您真不应该瞧不起田冲，其实他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我进公司以后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帮我做的，您信吗？ 你肯定不信，但事实上，真的都是他帮我做的。田冲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人，他才是可以接管公司、把公司发扬光大的人选。我进公司之后什么都没有做过，全是他在帮我做。
他有技术，懂业务，这么能干的一个人，为什么一定在家里待着呢？今天把这些话都说出来，我心里舒服多了。其实一直以来是田冲让我瞒着你们的。妈，他是我老公，他什么样我最清楚。你们看不到他的长处，不代表他就没有长处啊。你们想象不出来，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他天天在家里面窝着是一种什么感受。白天要做家务活，晚上熬夜替我做设计，还要劝我跟他一起瞒着你们，让你们高兴，把所有委屈全部咽到自己肚子里边。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什么不能信任的？一直以来我觉得是我在拖累他，我觉得可对不起他了。妈，如果田冲不去我们公司的话，那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损失。如果你坚持不让他去公司，那我这个摆设完全没有去公司的必要。我说完了。里边去想，这明明都是田冲的主意。我最担心的就是家里的事情要坏在他的手里。没想到我现在担心什么，他却发生什么。这次钟会，好不容易在公司里做了点成绩出来，他就按捺不住了。他是想利用钟会来给我压力。你想多了，自家的女婿不至于那样。他呀，我告诉你吧，什么本事都没有，找不到工作，又挣不到钱。他要改变他的现状，就只有靠钟会。但他也知道，我不会让他到公司去工作的。现在钟会在公司里露脸了，他一定会利用这次机会。这是我早就料到的，没想到他会来得这么快。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说小慧说的话都是实情的话，他的工作是由女婿帮他完成的，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你信吗？我根本不相信这么完美的设计出自于他的手。上陆国际这个项目，那是钟会一口气谈下来，那时候的设计理念完全是在他一个人的脑海里头。一个失业落魄面临着生存危机的人，能做出这么完美的设计，笑话，天大的笑话。伟鸿，我觉得你对田冲啊有成见。他都做了我们家的女婿了，我凭什么对他有成见？我天天巴不得他好，但是我现在不管用我的哪一只眼睛看他，我怎么就看不出他半点好来？我看到的都是那些麻烦事情。所以你说你对他还是有成见，而且成见太深。伟鸿，我建议你啊，换一个思路去考虑一下小慧刚才说的那些个话。你看他两次让你对他刮目相看，你丝毫就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问题吗？你说什么问题？他的工作都是在这个家里完成的，我要是你啊，我倒是相信那份设计很有可能出自于你女婿之手。事情没被小慧捅出来之前呢，我只是个怀疑。可是伟鸿啊，
你想，我一直待在家里啊，我现在可以证实，我当初对他们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我就更得小心他。你说他的目的多么明显啊！他既然帮了钟慧，为什么要说破？既然说破了，那无非就是那个目的想进我们公司。那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哎呀，你何必对他这么防范呢？我怎么能不防范呢？财富对人的诱惑有多大呀？有时候轻轻在他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哎，小琴啊，哎，你去看看钟慧他们起来了没有，让他们赶紧下来吃饭。好，我这就去。老周啊，咱们吃咱们的，他是在跟咱们较劲，不理他。姐姐、姐夫，叔叔叫你们下去吃早饭了。小琴啊，你跟叔叔阿姨说一声，我们马上下去啊，别着急啊。哦，知道了。他们现在也是有小家庭的人了，有什么事儿啊，大家好商量，何必搞成这个样子呢？你快吃吧，粥都是凉的了，啊！孩子们的事情你别操心，有我在，我看他们俩成什么大事儿，我就不信。我说起来吧，醒了你还躺着干嘛呀？爸妈在底下等着呢，快起来吧，好不好？啊，起来了，好不好？你干嘛呀？这是较什么劲呢？昨天晚上一宿跟你都白说了，是怎么着？我说不进这个公司，我就不进。我有我自己的事儿要做，你干嘛非得让我进呢？好了好了好了，别闹，先起来，好歹把饭吃了啊！哎，听话，起来了，不商量了。哎，你不懂事了啊！起来，起来，起来。我先下去了，你也赶紧的。今天早上有点着凉，就先不下来了，一会儿我把饭给他端上去。着凉了，那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啊。我看他得的是心病吧，他既然愿意在家里躺着，那就让他躺着。哎呀，总有躺不住的时候。谁没个头疼脑热的时候呀？这不舒服就不舒服，多余的话少说。天初，赶紧坐下来吃饭。天成，你给我记着了，不管钟慧怎么胡闹下去，我都不会同意你进我们公司的。你放心吧，我不会进的，这辈子也不会进的。最好如此。那老周，我现在马上就要去公司了，既然你女儿给我撂摊子了，那我必须要找个别人给他顶上，我不可能因为他而停止公司的运转。好好，你快去吧，啊，不要太操劳啊。啊，天冲，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在你这儿再求证一下。钟慧他现在做的设计，是不是正如他所说，
都是你在帮他做的。我想在你嘴里听到的是实话。我只不过是把他的想法变成了设计。性格变得很古怪，他们娘俩呀都是急脾气。不过觉得你做到这一步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天成，有什么事儿啊，别往心里去，可以跟我聊聊啊。天成啊，为了这个家受点委屈算什么呀？谁让咱们是男人？你说是不是？哎，高兴点啊。陈总，您怎么到这屋来了？坐吧。嗯。刘言，如果钟慧这几天都不来上班，那你就暂时负责一下上都国际这个项目吧。好。你跟钟慧在一起共事的机会比较多，如果我想让你对他做个评价，你会怎么说呀？你可以仔细想一想。我希望听到的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好，我想想。当然了，其实不用想太多，你只要把你跟他俩在工作当中他留给你的印象说出来就行了。嗯，钟慧很聪明，懂得避重就轻，投其所好，有较强的公关能力。上都国际商城改建项目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我记得当时他好像没有从专业的角度谈论这个项目，而是在跟于总聊天的过程中很好地抓住了契机，然后充分利用，把于总心中最想看到的东西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啊，那就是出奇制胜。你这个评价很准确，的确这个孩子的公关能力很强，他就会在偶然中促成必然的结果。嗯，那你对他的设计能力你是怎么看的？设计能力应该更没有问题了，上次上海中标的项目和这次上都国际商城改建的项目都能充分的证明这一点呀。你们俩交流过吗？很少，几乎是没有交流过。那如果你在上都国际这个项目当中遇到什么难题，就直接打电话给他吧。好，那我先出去了。陈总，其实钟慧很在意您的评价，她非常想做好每一件事。我知道了，啊，去吧。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我们之间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哎呀，真是一个闹中取静的理想之地啊。走了。哎，今天怎么想起来有空约我呀？想跟你随便聊聊。我给你点了一份这有特色的套餐啊。随便。怎么，
家里又有什么事儿了？还不是因为我那个宝贝女儿啊！我现在真的是搞不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对她的要求过高，还是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什么追求啊？哎，不对呀，上次你还告诉我说对女儿期望很高啊。对啊，那就是期望过高之后的失望，那才叫我无可奈何。 你呀，还是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样你的病情才能够得到缓解。你看这一段时间，你基本上没有发病，这和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不是我要找气受，现在是气来追着我，我没办法。你是一个连自己身体都不顾的人，我知道劝你也没用。我想。 我能做到的，就是在你的病痛恶劣的时候，我能够减轻你的痛苦。这点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对我那个倒插门的女婿，田冲是什么印象？哦，田冲啊，说老实话，我跟他接触没有几次。 不过，我对这小伙子印象还是不错的，他为人忠厚老实，待人待物还是有礼有节的，起码不像时下的一些青年人，张扬轻浮。那是不是我眼光有问题？我怎么就看不到他一丁点的长处？<笑>他是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做了你认为不恰当的事情。 他在你极度无奈和不情愿的情况下，他选择做了你的女婿，所以你不喜欢他。<笑>那倒没错，我从看他的第一眼起，我不喜欢他。哼哼，这就是原因所在呀。你对他的态度压抑了他的情绪，在他看来，除了敬畏你这个丈母娘以外。 你看他什么时候在你面前畅所欲言过？那你的意思，他落魄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我一手造成的？应该说，你对他的态度，影响到他的某些行为方式，你对他提的每一个要求，他都努力想做好，急功近利的结果，恰恰是得不偿失。以前我觉得他窝囊。 没本事，但是我一想，只要他不再给家里人添什么麻烦，也就算了。但是昨天晚上，你知道我女儿跟我说什么吗？她说，她在公司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于田冲之手，她还要让田冲来管理公司的全部业务。天哪，多大的讽刺啊！我一个根本看不上眼的人。 居然还让他来管理我们的公司，我听了是又气愤又无奈。你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去看呢？女婿有本事，你应该替他高兴啊，起码，你也应该为女儿感到高兴啊。我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在我女儿身上寄托了我人生全部的希望，我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手。雷红啊。 你应该想，那是你的女婿，你应该多去了解他。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他们周旋，就这样吧。女儿没本事，那是女儿的事情，听天由命吧。北红，你想的太多了。 最近身体怎么样？没有受什么影响吧？小薇，我听说医学界对死亡有一个定义：脑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对，脑死亡是对死亡最具有科学权威的解释。哎，你为什么提这个呀？ 刚刚你没有来之前，我站在这个湖边上，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黄泉路，奈何桥，望乡台，孟婆汤，一个一个动人的传说，把死亡描绘得那么凄美，让一个将死的人还有来生的希望，这你怎么看？按照佛教的说法，死亡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可惜啊，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这可能就是我的悲哀。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因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对死亡会充满的寄托，我需要有这样的寄托，但是我没有宗教思想的支持，所以我现在变得很迷茫。伟鸿，别这么说，死亡不只属于你一个人，你要放开眼前的这些烦恼，积极地配合我们治疗。你的病不是没有希望治好的，我已经把你的检查报告发到美国去了，他们会拿出一个更好的治疗手段。盛辉，我们朋友那么多年，你还是误会我了。我不是惧怕死亡，我是在想，在死亡来临之际，我能不能变得更坦然一些。陪客户吃了饭，啊，回屋歇会儿吧。田壮，告诉钟慧，如果明天他再不上班的话，以后不用再去了，我不会受制于他的。好的，告诉他。还有你，既然钟慧说你那么有潜质，那么有能量，我希望你出去闯一闯，试一试，证实一下你自己在外头的生存能力。就是说我可以出去工作了。可以，不过我想尽快的看到你的结果。出去找工作了，真的？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爱敢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是从头再来。哎，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堪称败。
人生天地之间不图来，心在梦还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你干什么呀？找工作不能等，现在就找，一网打尽招聘广告。你有硕士文凭吗？对不起，我是本科。那你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吗？对不起，我没有。那你是不是本市的户口呢？对不起，我不是。那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那你一定还没结婚吧？哎，这个有，我结婚了。啊，不好意思，我们不用结过婚的。你是大学学历，可惜啊，我们这需要硕士学历。你获过奖，可惜啊，你没获过国际奖。你呀，就有一条符合我们的要求，就是未婚。我刚结婚。对不起，我是本科学历。没事，我们这儿不看重学历，看重的是能力。我得的奖都是学校。谁看那玩意儿？那都是猫腻，我跟你说。但是我没有本地户口。我还没有呢。我结婚了。我还离了呢。哥们，你要愿意的话，你今天来上班了，怎么样？家，哎，请允许我向老婆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汇报吧。嗯。首先，第一家他安的不错，但人家觉得我年龄有点小。第二家，他们很喜欢我，让我回家等消息。第三家，哎，我跟他们这个老总很投脾气，人家主动给我递了一张名片，啊。第四家，他们看好我了，但是我没看好他们，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公司离咱家太远了，所以我觉得折腾不起，啊。虽然说这个都没有太合适的啊，但是我觉得积累了一部分人脉资源，总之收获还不小。别撑着了，这么多年了，你什么时候能学会撒谎的时候不挂相啊？骗别人行，骗我可不行。我是谁啊？我是你老婆。现在怎么找个工作这么难？你说我大学本科四年学的就是设计，我拿了那么多学校的奖项，这些不足以证明我的设计能力吗？可是人家不看你这，人家要的是国际认可的大奖，我没有。好，下一家。人家跟我要硕士学位，我说对不起啊，我只有本科学位啊，人家也跟我说了对不起。第三家，人家跟我要工作经验，我没有工作，哪儿来的工作经验？
好不容易碰上第四家，人家说这三样我都不考虑了，我要求你要有本地户口。设计跟有没有当地户口又有什么关系？好，我终于看到一家这些东西都不考虑了，他要求我未婚，我不明白了，设计跟结没结婚又有什么关系？我现在看见招聘这俩字儿，我都恶心想吐。找工作太难了，老婆，我真跑不动了，我哪儿都不想去了，我不上班了行不行啊？我就在咱家踏踏实实，我打扫打扫卫生，我伺候伺候咱爸，挺好的。天了，脚都走疼了。嗯，你说，嗯，老公，咱不灰心，不灰心好不好？哎，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毕业设计呀？那个是我们班同学，好家伙，又有钱，又有材料，又有人脉资源，你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帮你，你还不让。后来怎么样？不照样赢了吗？不就用点火柴棍儿吗？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些小火柴棍儿在你手里变得特别神奇，特别有生命力，把所有人都看傻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你超前的意识，这就是一个设计师最优秀的素质呀。现在找工作就是很难，经济危机嘛。我要不是因为有我妈，我照样满处找工作，照样碰到一鼻子灰。就算你是一匹千里马，你也得碰见你的伯乐呀，对不对？那些小公司咱不去，不能相互欣赏，你再有才华他们也看不见呀。你只有碰见你真正的伯乐，你才能施展你的才华，你才能大展宏图。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生活对你的磨练都是一笔财富。最不济，老公，你还有我呢。来，你过来看啊，我今天呢，上午帮你把苏州所有好的设计公司全部都筛选出来了，你过来看。这里边一定有你的伯乐。你回去等我们消息吧，一有结果我马上通知你。好的，那谢谢你。田冲，大宽儿，还真的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现在在这儿上班呢。哦，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现在想在这儿上班呢。你在找工作呢？啊，哎，咱俩找地儿聊会儿去怎么样？走，咱们离开之后，你肯定到你老丈母娘的公司里工作了。你看你怎么没去呢？我这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多拧啊，说不去就不去，啊，我门都倒插了。我公司再插一脚，我成什么人了？我要不要脸呢？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公司大门现在在哪边开我都不知道，我就没去过。真是的，我真没想到，就我这一个错误决定，什么你错误决定啊？是我的问题，你别说了，是我对不起你了。你说我一个错误决定，哎呀，你可别，哎呀，我老婆，哎，媳妇儿。我跟大宽在一起呢，啊！
哎呀，好好好，人家自己就说要来，哎，来来来，行了，你赶紧过来吧啊，啊哦，在那个五月咖啡。心事。